不好意思啊，刚刚这个话筒没有打开，然后我们重新讲一下啊。首先，大家就是看这个题干，就是情感啊，在这个艺术中的作用和地位。那这个情感首先是这个题目的这个主语，对吧？然后你要去想它的作用和地位是什么。它这个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中始终起重要作用的心理要素就是情感。这个重要作用其实也就是强调了一个它的地位。然后，审美情感是艺术区别于哲学或科学的标志。情感因素啊，是艺术形象具有感染力的主要原因。情感它不仅在艺术创作中，而且在艺术欣赏之中，它也是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的。在美感之中呢，情感是美感的重要构成因素。没有美的感动与感动之情，它则没有美的感受啊，与这个感动之情，它则不称其为美感。在这个审美活动与艺术之中，情感与思想是交融在一起的。没有情感的艺术是说教，没有思想的艺术是说梦。也就是说，它这个情感啊非常重要。然后关于这一点呢，就是说，就有可能大家会觉得说这些句子读起来就是说背起来比较空泛啊。情感它在艺术中的作用，首先其实它有三个作用。第一点呢是变形作用，这个大家可以记一下。第二点呢，它是什么？它是创作艺术形象的一个动力，所以它有一个动力作用。第三点就是这个情感啊，它有一个感人作用，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最后一句提到的这个没有情感的艺术是说教，其实包括那个艺术的社会功能里面也有提到，对吧？什么寓教于乐啊，其实都是要有这个情感作为一个支撑的啊。它这个变形作用呢，就是为什么它有一个变形作用，是说，因为任何艺术形象，它在情感的作用下。要发生符合目的的变形，情感它是使艺术家观察到变了形的物象，也就是说，艺术家他所就是说最后呈现的这个艺术形象啊，其实是已经经过了他的个人情感的，也就是说这个个性，对吧？主观因素。然后关于这个情感在艺术中的地位，它这里主要是之前给你们的 PP。之前给你们的文档当中，主要是只是强调了说它这两个作用，就是说，始终起重要作用的心理因素就是情感，还有就是说它区别于哲学或科学。其实还有就是说什么情感，它是说它是一切艺术都必须具备的、不可缺少、不可缺少的本质特征，这也是它的地位。就是说法不同啊，其实意思是一样的。然后还有就是什么？情感它是区分艺术形象和非艺术形象的界限，我给你们打在这里啊，你们自己课后回头自己补充一下。因为有一些同学，我看了大家的试卷，有一些同学人家就是自己理解并背诵，就是一看就是看了书的，但是有一些同学呢，就是。死记硬背，我给了什么，你们就只背了什么。所以说我还是在这里面给你们补充一下啊。还有一点就是区分艺术形象。和非艺术形象的。界限，你们自己回头对它进行一个补充，好吧？让我们来看下一道，艺术的审美特征。这个呢是师大14年有考过的啊，就你们后面我在给你们评讲的时候，我会把这个就是说都给你们标出来，就是。哪一年有考过？你们自己去多注意一下，做一个总结。
艺术的审美特征，它首先是分为两类，然后包括这种框架，我其实在讲的时候就已经是在给你们列框架了，所以说大家就是去自己进行记忆的时候呢，可以就是多记一记这个框架。首先是它的一般审美特征有四个点：实践性与主体性、和目的性与合规律性、形象性、情感性。然后它的特殊审美特征啊，就是形式美与形式感、记忆性与物质媒介性、历史文化的积淀性、然后独创性与首创性。我在给你们改的时候呢，也是主要就是去找这几个点，看大家有没有都达到。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啊，这个各民族艺术相互影响和融合，给你们放大一点。首先，这个你要达到艺术的民族性，就是表现民族的本质特征所形成的艺术上的特殊性，要达到这个啊。然后第二点是各民族社会生活的特殊性，必然造成民族精神的差别性，而民族精神的差别性，它就必然造成这个民族艺术的多元化。就它为什么会相互影响，会和融合？因为它有差别，有多元化，有不同，才能辩证统一。不可能说完全一样的东西，它可以去辩证统一的啊。然后这个各民族艺术相互影响，它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呢，是指一个多民族国家中不同民族艺术的相互影响，这个比如说举例中国，对吧，大家都知道。然后另一方面呢，是指不同国家的不同民族艺术的相互影响。嗯，看一下这个相互影响的这个几个方面，要把它分开分点作答啊。就是各民族艺术它相互交流的必然性，各民族艺术相互影响的表现，各民族艺术相互影响的条件，以及各民族这个艺术相互影响的过程。就是大家其实都有达到，就是比如说像这种题目，它如果做简答题啊，你就比如说你每一个点写一个三四句话，可能差不多字数就够了。但是如果说他答论述题，那你就可以在这种小点下面做一个扩充，对吧？就有些同学说，老师，哎呀，你给的这个字数就这么多，我不知道这个该去从哪里补充。你想，它既然能分成小点了，那每一个小点必然就是你可以展开说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艺术欣赏的过程啊，主要就是那个准备阶段、初级阶段、高级阶段。当然这次啊，我看了就是还好，大家可能只有个别同学吧，就是按照那个论述题去答，然后答得很长，就大家还是知道就是简答题要去把它答的就是稍微的按照那个简答的字数去作答啊，大家不要写的太多。而且还有一些同学呢，就是我看了你们那个答题纸，就是我已经给你们强调很多遍了，你们到时候考试的时候答题纸是只有11页的，你写的太多，你现在这个排版，你现在不去把它搞好，你到时候考试的时候，你前面的这个按照你之前的写完了，你后面的没有地方答题了怎么办？所以说你们所有同学啊，就是尤其是下一次的时候，我不希望再看到你们会出现超出11页的这个答题。学校一共就给你10页纸，你写超过了，你到时候考试时候写哪里呢？所以大家这个作答的这个排版，大家一定要搞清楚怎么去排版。平常就是让你们练习这么多次，就是为了让你们知道自己去啊怎样去排这个，然后包括你们一些答题的优化的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依然同学这个。答得非常好，就是可以说找不到错处。但是你考试的时候，就是可能说啊，你到那个最后批卷，不可能说给你批满分，对吧？但是他考试只要是照这个答，我认为是考145都是没有问题的。那老师最多在一些小细节上扣一点分，因为他整体都答得非常的好。哎，
他们动不了。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同学他的答题。哦，我上次就说了，你们这个名词解释，第一页尽量答三个进去，要不然字数不够。有一些同学他那个写的非常的散，就是你第一页他就答两个名词解释，然后他那个字还写的非常的散，你明明可以答三个进去的。你不要说为了好像显得自己写的多，然后就把那个空开，你空开之后，你后面做简答跟做论述，你就没有地方答题了。我们来看一下啊，你看这个答题，名词解释大概也就是答一个六七行，对吧？你们自己去找一找，大概自己要写多少。你按照你自己的字的大小去衡量，你可以比如说你框一个框，你看如果有同学字大，你说比如说这个这么多部分，我要去写多少字比较合适，请你们一定要找好啊。然后这个名词解释呢，我们就不细看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简答。你看，就是该有的人家都达到了。情感是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中始终起重要作用的心理要素，情感性是一切艺术都必须具备的不可缺少的本质特征之一。这两个就是在讲它的地位。然后再往下看，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中，它始终起着重要的作用，对吧？然后此外，它之所以有社会教育作用，正是因为以情感人，就该有的点，人家都写到了啊。而且你们那么多点，你们要记好。比如说，你们平常背的，它有七个点，你考试至少要答五个出来，那是不会出错的。就有一些同学可能会写的，尤其是最后一个那个论述题啊，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关于那个艺术家，他有七个点，他就把七个点答满，其实没有必要啊。你要答五个，但是你要把那个内容答得丰富一点，因为其实。这个艺术概论的考试是对于你们综合写作的一个考察，并不是说你光会去背就可以的啊。死记硬背确实是有分，但是分不会很高，知道吧？但是像这个审美特征这一题，你看它就只能单纯的背，对吧？人家该有的每一个点都这样写好。还有一些同学，我再强调一遍，你不要给我写阿拉伯数字的一二三，我等一下后面会讲到啊。就不会找点的同学，大家真的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同学的这个答题。那首先先讲一下艺术的民族性，它是表现民族本质特点所形成的艺术上的特殊性。你先强调一下它的特殊，然后你再去讲各民族艺术相互交流的必然性，然后相互影响条件以及过程，对吧？你看，包括这个艺术欣赏的过程、准备阶段，也就是审美态度形成的阶段，然后这个初级阶段、审美直觉阶段、高级阶段及审美体验和审美升华阶段。当然有一些同学是按照那个论述题的那个答题，只不过把它缩短了，就是简化了一下那个答案也是可以的。然后像他这样答也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要就是字数写的太多。你就按简答的要求去答，但是如果这个题目它是出论述，请你们务必把它给我，就是按照那个论述的，有很长的那个，按照那个去答。让我们来看一下人家这个论述题啊，首先这个艺术的继承与创新，对吧？你先去讲一下它的继承是什么，然后你再去讲一下它的创新是什么，最后再去讲它们俩是辩证统一的，就是哎呀，继承是创新的前提，创新是继承的目的。就你在你分别论述完这两个板块之后，你再去给它进行一个融合，因为它说了让你论述它们俩之间的关系。有些同学就答得非常的乱，就是他想把所有的东西都融起来写，这是不可能的，你必须要分点作答。
首先第一点是对艺术作品思想和内容的继承，对吧？然后第二点呢，是对艺术作品形式的继承。你看，人家举的这个例子，而且包括这里都有写到说什么，他们对书法艺术形式的追求都是骨肉相称。然后包括这里，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他们在艺术形式上都主张平衡。你看，人家就是这个关键词都有，对不对？那他不就是切合这个论点的吗？还有，就我强调一下，请所有同学你们自己多准备几个例子，你不要就是做到题目了开始说，哎呀，这个例子在这里用一次，在那里又用一次。我说的是你一个例子，比如说你可以在这一个题目当中你把它拆开用，就是你对这个例子对它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解剖之后，你可以把它拆开用，但是你不要就是上一题用了之后你又在下一题继续用。然后第三点是对艺术种类和艺术创作方法的继承。对吧？你看他第二点这里来谈这个艺术的创新，从艺术作品角度而言，然后他去举董其昌的例子，从艺术家的角度而言，他举了颜真卿的例子，然后最后他说这个地方说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二者是辩证统一的。这是一个逻辑非常清楚的一个答题，就是你们答题的逻辑是非常的重要的。然后关于这个艺术家应该具备的修养和能力，还有一点啊，就是你们找的例子一定要跟你们自己所论述的这个论点是相契合的。有一些同学他写的那个例子跟他的论点并不适配。进步的世界观和深刻的见解，广博的文化修养，而这里丰富的生活积累，他从这里开始举例子，对吧？流明图，然后敏锐的观察力和强烈的感受力。这里举，拉过。这里举的例子是齐白石，然后丰富的想象力和独特的记忆力。这里举的例子是张大千，卓越的创造力和精湛的技能技巧。他这里举了扬州八怪，然后不断优化艺术心理定式。论述题的话，就是我的建议是，比如说七个点，你说我七个点记不住，但至少写五个。但如果你只写五个点的情况下，你必须要在每一个的下面都有丰富的例证去证明这个观点。然后最后总结说，作为一名艺术家怎么样，你看他整个就是逻辑非常清楚的一个答题。有一些同学他就是我背的这些东西写完了之后他没有总结，我的建议是你们必须要总结，你哪怕就写三句话你都要给他总结一下。你看他七个例子，然后三四五六，人家有四个都是有例证的。现在在线的这个第二位同学是谁啊？你有交那个给我吗？就是 PDF。没有的话，我就按照你们给我交这个的顺序来看啊。我们来看一下立肖的。大部分同学这个名词解释都是没有问题的啊。然后他这个简答题也是就都有答到，但是他是按照他就是我说的就完全就是强行的背的那个之前给你们的那个文档是这么写的，所以就这么背了，对吧？然后这个审美特征，一般的审美特征跟特殊的审美特征，这个基本上大家这两题都没什么问题啊。
然后这里呢，就是你这两个很明显，就是我说了，你们简答题要写一页多一点点，你不要把字，你看你前面就没有写说那个特殊性，你首先要先写一下它为什么会这样，对吧？因为它有差别，它形成了多元化，它才需要去相互交流。然后你就开始直接就是只写了这几，当然我只是酌情的给你扣了一点点，就是你可能像这种，可能人家老师可能会给你扣两三分。然后这两个，我的建议是你们自己找好那个答题的那个度，我每次都强调说你们简答题要写一页多一点点，你哪怕就是只写到这个位置，对吧？你也要多一点点。其实这两个你别的答的倒没什么问题，你看这个直觉与感知、体验与想象、理解与创造，其实也就是那个，就是那个三个阶段，对吧？只不过你是这样写的都可以，但是你们的字数一定要给我达标，这是硬性要求。让我看一下，就是你这个，你上来就直接写他们俩的区别。我建议你不要这样写，你给我分开写，先写艺术的，你就先写艺术的继承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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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怕没有这个一二三，这个就是这个一二啊，你可以直接就是你比如说你这段写艺术的继承是什么什么，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你后面去写艺术的创新是怎么怎么样，最后再写他们俩关系。什么叫艺术继承与创新的区别？他们俩肯定有区别啊。但你这个例子举的还是挺好的，他这个例子比较新，他举的是杭州亚运会开幕式分为国风亚运、钱塘潮涌、携手同行三大篇章，他是以这个为例子的。比如说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相结合，实现了古今文化穿越与对话，对吧？这肯定是一个继承，也是一种创新。但是就是说你这个答题的逻辑方面还是需要重新再整合一下。然后你看一下，你这已经到第十页了啊，你这个是刚好的，也是十二页，因为它这第一页有一个这个，有些同学他是直接是空白的十二页。哎，我的分数打哪去了？这个我记得应该也是给了你23分啊，就是你这个地方进步的，你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例子跟观点不匹配。比如说你这个进步的世界观与深刻的见解，然后你这里呢举的例子是荷兰画家梵高，虽然生活十分艰难，依靠弟弟的资助度日，但他完全没有放弃他对艺术的爱，坚持创作并画出了向日葵、星空等著作。你这个例子啊，我并没有看出他进步的世界观和深刻的见解，只是说他什么，你可以写他就是他对艺术的热爱，但是你这个没有说体现出这个进步的世界观，对吧？所以说大家在例证，就是这个例子去论证这个观点的时候，大家要想好了去写啊，你不要就是随便想就去写。然后这个广博的文化素养，你看这里写说蕴含着米开朗基罗对人生、历史、社会的深刻思索，表现了，对吧？这艺术什么广博的文化素养和深邃的思想。哎，你这个是可以立证上去的，因为你写了说对人生、历史、社会的深刻思索。然后这里第三个是丰厚的生活积累，你看这里写他说米开朗基罗经历人生坎坷和世态炎凉，所以说使他一生所留下的作品都带有戏剧性的效果，对吧？因为他这个经历，那你跟这个生活积累，那确实是可以应对的。然后这个敏锐的观察力和强烈的感受力，他写的是这个《清明上河图》，
张择端那确实观察力，然后这个丰富的想象力和独特的记忆力，他写的是吴承恩西游记，然后流浪地球，卓越的创造力与精湛的技能技巧，写了这个西斯廷教堂的天顶画创世纪。所以说就是你看其他的几个点都找的比较好，就是这个第一个你回头换一个，你课后就是发给我你换的是哪一个，我来看一下。然后包括其他同学也是啊，包括你们并没有给我交 PDF， 但是你做了的同学你可以课后发给我看，你们这还有一个月就要考试了，已经是最后的冲刺阶段了，说实话我还挺为你们着急的，虽然有一些同学已经答的你看非常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王泽月的，这个名字解释大家大部分同学都没有问题啊。然后你这个呢也是按照我之前给那个答的，对吧？该写的都写到了。啊，有些同学这个一般审美特征，他这个前面一段是概括性写的啊，实践性，然后这个和目的性与合规律性、形象性、情感性，就是其实这样是可以的，因为你看你们写第二段就是形式美与形式感，然后技巧性与物质媒介性，这样的话就正好可以写到这个第二页这个位置。还有一点就是你们写这个汉字的一二三的时候就不要加括号了好吗？其实我甚至觉得你们都简答题都不需要这个一二三，你就直接分点做答就可以了。你比如说下面这种有小点的你括个括号一二三还可以，你就没必要每次都为了说显示自己这个好像是有逻辑的按段落答的就写这个一二三，其实不用，你直接说我要进行下一个论点的论述了，你直接转行就可以了。就是这四个简答其实答的还是没什么问题啊，然后包括这里就是准备阶段、初级阶段，然后高级阶段也刚好就是是符合这个简答题的这个答题字数的，所以说还是给了满分啊。让我们来看一下你这个论述，你看首先这里写艺术发展是一个取旧布新推陈出新的过程，对吧？然后说二者是辩证统一的，来讲艺术的历史继承性怎么怎么样，然后艺术的创新是艺术发展的必然规律，对吧？你这个写的呢问题不大，但是我的建议是你最好就是关于这个举两个例子，因为我看你两道题都是这样写的，就是把这个例子融合起来写了。但是虽然这样写没有什么问题，但我的建议是你论述题最好能举两个例子，就你写的这个例子啊是可以的，但我的建议就是再补充一个。然后第二道题目也是一样的，因为你看你就是一会儿看一下就是别的同学的，人家都是在这个比如说这个例证里面去添加例子，然后直接论证我这个观点，那你都是直接最后写一个总结性的。你比如说你这边就写如罗贯中在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这样写完之后，你这样看起来就很像说因为你七个论点已经答完了，但是呢你没有例子，所以你在最后面补充了一个，你最起码也在这个罗贯中三国演义的这个例证下面最后再写一段总结性的话吧，就比如说哎呀就以这个罗贯中为例，我们由此可以看出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他需要怎么怎么样，就以上的这几个方面的能力，对不对？不要就是说这个例子然后写完就往这一扔，就你的结尾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同学，看一下原子同学的。这里，名词解释就不要给我杠来杠去的啊，肯定会扣分。你们这个叫什么？卷面啊，尤其是本身字就写的不算很好看的同学，请你一定要给我注意整洁。你答的没什么问题啊，就单纯这个卷面，我给你扣了2分。简答呢？因为其实这个有一这两个之间有一个是之前考过的，大家应该就是还比较熟悉。然后这个也是提了，对吧？差异性、表现、前提、过程呢？还有一个过程，你给我写哪去了？然后第四个简述题，准备阶段、初级阶段、高级阶段。我这两分就是给你扣在，就是你写的太多了。你比如说这个初级阶段跟高级阶段这两边的内容比较多的话，你把它叫什么整合一下，写的稍微短一点。你看你这样写完得写12页了，考试哪有12页纸给你啊？然后看这个论述题啊。历史继承性、艺术的创新，对吧？其实概念背的都没有问题，但是你一个例证都没有，肯定是不行的。就我现在对你们这个论述题有例证这一点啊，就是强行要求，你必须要给我有。然后这个艺术家应具备的修养与能力也是啊，你只有观点。死背书呢，大家都会背。那你们这个考试都说了是考你们的综合能力，不是说看谁背的更好，对吧？所以说就是你课后给我整理5个例子，然后发给我。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同学的。啊，这个同学就是首先。我给你们强调一下啊，名词解释这样的就不要往上写。然后你再写这个艺术美，也不要标一二三，好吗？其次，一页答3个名词解释，你中间这里空间空着干什么呢？下面这里也是空的。然后写到后面呢，又写了不止11页，所以说自己多注意啊。这个排版我已经强调很多遍了，每一次给你们改我都强调。还有一点就是题干上给你的是什么题目呢，你就写什么题目啊，不要自己改。然后这个一分呢，说实话，其实就主要是扣在你这个卷面上。大家就是尽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写的整齐一点，好吧？哦，这个艺术的审美特征啊，请你把它分开写，就是艺术的那个一般特征跟特殊特征，好吧？你看你是挤在了这里，因为之前给你们的文档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说有些同学他就是你给什么他就背什么，他自己是一点都不看。不要写这个一二三了，那你要是又要分段，你们又要写一二三，是让你们写文章啊，不是不用标那么多序号。
其实你这个答题有很多很大一部分呢，就是我给你是扣在了这个卷面上的，所以说你自己要多注意一点。审美直觉，你看啊，这题其实答的还可以啊，艺术欣赏的初始阶段，然后这里在审美直觉上实现审美阶段的高潮阶段，然后这里审美升华，对吧？就主要就是这三个词嘛，审美直觉、审美体验、审美升华，然后该有的都有。但是我不懂为什么，就是你这个字就是一会儿大一会儿小啊。我是酌情给你只扣了一分啊，我不知道就是你到时候正式人家老师批卷的时候会给你们扣多少分，我给你们扣这个卷面分还是非常手下留情的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举的这个例子。首先，他这里举的是什么？青铜器的纹饰变化，就是这个青铜器，什么早期青铜器显现出来的，来自于商周影响的西周早期，什么牛头风格，然后跟这个饕餮纹有所联系，它就是起源于这个，但是它又有一定的创新。他说："继承是创新的基础。”他这个举的例子是著名画家潘天寿，对吧？然后说创新是继承的目的，举了一个范宽的例子。其实他这个写的还可以，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一段的字就是突然变成了这样。然后我特别给你们强调一点，如果你在考场上，你知道自己这个来不及写，就是我本来就，尤其是字写的本来就不是很好看，同学啊，就我说这个是给你们提供解决方法，不是说批评你们字不好看，因为这个就是客观因素没有办法改变啊，短期内没有办法改变的，就是说你们至少这个开头。开头的那一段跟这个结尾的那一段，那个字给我认真写，明白吧？就至少你要做到你的开头这一部分写得很整齐，包括你的结尾那一部分写得也很整齐。然后中间可能你说我来不及，然后写得快一点，可以接受。但是你说你这个开头跟结尾你往这一摆，这么的明显，你觉得人家老师怎么可能不给你扣分呢？这里看进步的世界观和深刻的见解，还说这个齐白石在日本法西斯占领北京时，不是贵不畏权贵，就宅门上写着这个画不卖与官家的字条啊，这个其实是可以体现的。然后这里广博的文化修养，他举的是这个董其昌，对吧？丰富的生活积累，他。写的是这个黑格尔的一句话：艺术家创作所依靠的是生活的富裕，而不是抽象的普泛观念的这个富裕。然后审美创造能力，他这里举的是阿恩海姆，这个不断优化的艺术心理定势，对吧？五个点，我说你们七个至少打五个出来，也不要说，就是最后总结就写什么，只有具有以上五点要求，方可成为一名优秀的艺术家。就是大家这种话还是要写的稍微的，就是学术一点啊，你不要就是这种白话文往上一摆，至少给我写个三句，好吧？你这个空的位置肯定够写。让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同学的。我们看一下嘉欣同学的，他这个其实答的也还可以啊，就是你这一分我是给你扣在哪儿了呢？就是你这个涂改痕迹太多。
然后我们来往下看，就是对吧，情感这个大家都能达到艺术的审美特征。你看特殊审美特征，然后每一个分点写，这样子是可以的啊。就这种格式，就是这种大写的二，然后下面这种一二三，这种格式是可以的。然后艺术相互影响和融合，各民族相互交互必然性，相互影响表现，对吧？我肯定答题的时候就是去看你们这些，就去找你们这个点，你们到时候人家批改老师训也是这么找点的啊。然后影响的条件，相互影响的过程，就涂改痕迹稍微少一点就更好了。第四个论这个简答题，我不知道你是忘了还是不会答，反正就是没有。然后这个问题又来了，这个格式，请大家不要直接就是说这么写一个一，然后继承，然后就开始往下写。你要么就直接，就是说你直接啊，土豆。你要么就是直接就开始，就这个不要，就直接开始写。历史继承性是艺术发展的一个必然规律，然后逗号这边后面接着这个这里开始写，说所谓的历史继承性就是指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开始写艺术作品思想内容的继承，形式上的继承，对吧？然后他这里举的例子就是这个唐代颜柳欧到宋代这个苏黄米蔡和元代赵孟俯都是在这个艺术形式上的一个继承。就刚刚有同学用到这个，然后艺术种类和创作方法的继承，他写的是这个从《诗经》到杜甫诗，从曹雪芹到鲁迅，形成了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历史传统啊，这个可以。然后这里他写这个历史继承性是什么什么决定的，是艺术本身，然后这个上面是社会物质生活。对吧，写的比较详细。还有一点就是请你们不要每一段都给我写首先其次最后，你可以不写这不少你这六个字，完全可以不需要，你不如直接就开头就写历史继承性是什么什么什么。就是给你们强调一下，不要为了就是显得自己这个写的有逻辑性，然后就用一些这样的词，并不会很加分。然后这里也是一样，不要这样直接就上来就写一个二，然后顿号创新。你要么在这个标题呢，你要写这种一二的标题，你就写一个这种总结性的话语，对吧？就比如说他那个说啊，创新是继承的目的，你可以这样写，但你不要就上来就写两个字往这一摆。我们这里来看一下他这里举的例子，对艺术作品来说，创新表现在这个内容和形式。说举的例子是希腊艺术的内容是，这是什么？他这个应该是扫描的时候有一些被截掉了啊。说产生了静穆和谐端庄典雅的表现形式，而应该是中世纪吧，内容应该是产生了轻盈高耸飞腾向上的建筑形式。然后这个第二个创新的点就是说在对他人的超越和对自我的超越，就举了这个齐白石率年变法。然后包括这个革新的程度，他就举了这个潘天寿的例子，你看每一个点举一个例子，其实这个是可以的。其次就是说这个分就是扣在这个形式上，以及你这个涂改的有点多，大家尽量不涂改啊。
如果你要涂改的话呢，你就画两条杠就行了，你不要把你那个涂改就是你要是把它涂得很黑，其实是放大了这个错误的。大家要学会去规避一下这种让别人看起来觉得很那个的。然后你看他一共写了多少页，写了14页就不够了。你考试如果给你考，不是如果考试就是只有11页纸啊，你这个到时候写到这就没法写了，你写前面的时候你得顾着后面。所以说现在让你们练习，就是让你们知道你们一个题目大概要写多少。那这里我就没再给他批改了，因为写的太多了，你到后面你说这个根本就不够，对吧？他写了几页？一二三，看一下。四，这里，他一共写了四页，我之前跟你们强调过了，论述题写两页。值也是有限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先进的世界观和审美理想，他举的这个例子，齐白石也是这个啊，对吧？刚刚有同学写了，他还举了一个徐悲鸿，然后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广博的知识，他举的是这个法国著名作家，指出什么什么啊，这个还挺好的，不太会撞，然后丰富的生活经验。还这个没举，然后丰富的情感和独立的人格，其实呢，就是有一些这种丰富的情感和独立的人格，跟这个深邃的思想啊，我是觉得有一点点重复的，你可以只挑一个写。然后精湛的艺术技巧和表现才能，它也是古代文论中说的什么什么，超长的艺术思维活动能力。以及他说这个不断优化艺术心理定势，对吧？然后写完就没有了，你这里怎么不总结呢？不要，你这个写的有点太多了，稍微删减一点啊。这个同学，如果你是在3个小时之内写完了14页的话，那你考试的话，这个笔速肯定是来得及的。所以说你前面写的时候呢，就多注意一点，脑子想好了再写，不要写完了之后，然后在这上面杠啊。嗯，再看一下下一个同学的，看一下寇志建同学的。哎，你看，就是你看这个同学，其实你说他字好看吗？其实也就一般，对吧？但是人家就是整个看起来干净整洁，这一点非常重要啊。那么往下看，还有一点就是。我强调一下，如果说你这个题目抄错了，你就不要管它，因为它这个前后的位置并不是很重要。就是你把这个题干如果抄错了，但是你一旦这样子标出来，你就是放大自己的错误，懂吗？啊，然后你看这个，情感是艺术，一切艺术都必须具备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然后第二点，情感是区分艺术形象和艺术和非艺术形象的这个，你看他两个都达到了。然后他在讲这个作用，变形作用，对吧？动力作用，还有感人作用啊。这个同学也是啊，你在写下一个简答的时候，第二题的时候，直接接着这里就开始往下写，要不然你肯定也是到时候。那个值肯定是不够的。然后艺术的审美特征，对吧？这个就不强调了，只要都答出来就可以。哦，各民族艺术相互影响与融合，每一个点多元化。然后这里说同一时期的不同民族，两个方面，就我刚刚讲那几个点，你们自己去那个看啊。艺术欣赏的过程、准备阶段、初级阶段以及这个高级阶段，你看他写到这儿刚好，论述题接着就往下，这里就接着往下答。你看这已经写到第9页了，我很明显你这个字数就会不够。然后你们看这个同学啊，他论述题其实答得非常的巧妙，他是以这样开头的，
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的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你们想，是他这个开头好呢，还是你们直接就开始就那种死记硬背的写法比较好呢？肯定是这种比较好，对吧？你们那个只能说就是不出错，但他这个叫出彩。他说艺术发展离不开继承，来讲这个继承，然后说创新是继承的目的，这里创新是举了一个例子的，这个也是徐悲鸿有法归国之后然后怎么怎么样，说愚公移山透露出了徐悲鸿决心打破中国旧美术面貌，以寻求创新的创作思想，对吧？其实你们继承完全也可以举例子，继承不是说就举不了啊，他这个继承也是有的，说这个自然主义在这里。就是论述题啊，尽量写满两页啊。如果你这里没写满，就是你下一题就接着它往下答，因为你这是已经是超出页数了，所以你是这么答的。让我们来看这个下面啊，主要看你们举例子。深厚的文化修养和广博的知识，这个叫什么，书法家柳彦湖的书法作品融合了他对古埃及学的掌握，对吧？因为他有这个广博的知识，然后丰富的生活积累，比如说《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因为他有早年富贵的生活经历，所以他才能把这个奢华的场景描绘的生动真实，然后丰富的情感和独立的人格。然后他说情感的重要，什么正如怎么怎么样，深邃的思想，精湛的艺术技巧与表现才能，他举的是这个达利，包括这个吴冠中粗放的什么什么，然后超长的艺术思维活动能力。反正你呢就是最后呢对他进行一个简短的总结，这两分就是给你扣在这儿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同学的啊，看一下李宇辰的这个同学，就是反正字的进步是很大，已经是反正就你就照这个写就可以了。然后我建议就是大家啊，考试的时候一定不要用这种，就是你正面写完了之后然后反面写，反面会印在这个背后的这种笔，大家选好这个答题工具啊，很重要。然后他这个也是答的没什么问题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有问题的地方。首先这个举例论述艺术的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他这个他也是这样开头的，就跟刚刚我说他开头比较出彩的那个同学啊，他这个开头也是这样开的。托尔斯泰说过，正确的道路是这样的，吸取你的前辈所做的一切，然后再往前走。如果说艺术创作如浩浩荡荡的大江大河，那么继承和创新就是这条江河的源与流，源是流的基础，流是源的延展。你看，然后他说继承乃源泉。但我强调一下啊，就是你们学有余力的同学，你去找这种开头去写这种，会让你的这个论述答题比较的出彩。如果你说我基础的东西还没有背的非常的牢固的同学，请你不要用这种方法，你就老老实实的写就行了，也不会给你扣太多分的，只是说这种会比较出彩，可能能比如说啊，你拿140，但人家能拿145，对吧？这个卷面不要弄脏啊，
考试的时候尤其要注意一下。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继承，你看他举的例子是以《舌尖上的中国》为例，这部纪录片为我们呈现的盛宴不仅是一种视听的滋养味觉的满足，更是一种深刻而感人的文化摄入，而这一切的成功都源于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继承。然后他说创新是流变，对吧，这个齐白石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然后这个李可染说了什么什么，说典籍里的中国国家宝藏用影视让文物说话等等，就是这个其实这个例子呢就跟那个杭州亚运会还那个例子其实很相似，就是说这种表现形式上的一种创新，然后继承是基础，创新是目的，综上所述怎么怎么样，对吧。然后这里论述艺术家应具备的修养和能力，第一点这个进步的世界观与深刻的见解，是齐白石也是举的这个例子，广博的文化修养，丰富的知识积累，老舍，然后敏锐的观察力和强烈的感受力，这里举的是柯罗，他这个也是刚好写了11页啊，就大家可以参考这个同学的跟第一位那个依然同学的，他们俩就是这个排版是非常好的。然后这里这个地方请你用逗号不要用顿号，我看的比较细啊，你这样写逗号会让人误以为这个流浪地球是吴承恩写的，我第一遍读的时候我都有点懵了。或者你就改成逗号，然后你就写刘慈欣所作的《流浪地球》，南攀科幻高峰。哦，卓越的创造力与精湛的技巧，他这里也是都有举例子，毕加索，对吧？然后这里艺术家必须这个他是分两点写的，这里举了一个王羲之。然后这里也是啊，给你扣分一个点，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总结一下，然后呢这个卷面啊保持整洁，就是不要有这种东西，但考试这个可能是你不小心画上去的，但考试的时候大家要额外多，就是一定要注意，一定要保持自己的这个卷面，你万一画了什么东西他说你这个卷子有问题怎么办，你是认还是不认呢。所以这里就是酌情扣了两分啊。然后如果课后还有别的同学说你做了这个然后你想给我看的，请你单独的私聊发给我。然后从下一次我们模拟就会以就是说我们师大就是经常考的一些考点作为你们这个检测的一个标准吧。多出一些会可能常考的，也算是给你们一个押题了。所以说希望后面四套卷子大家都能积极的去做，也就剩一个月的时间了，还有四次检测的这个机会。不要有一些同学就我也不知道你们是说怕自己写不好还是怎么样，或者说你写了并没有给我看，你如果并没有及时的给我看呢，我希望你们就是完成了之后呢那可以发给我看一下。我们今天课就先上到这里啊。